嗨，大家，我们现在在泰国啦。我们是昨天晚上大概8点多，快9点的飞机，然后说我们到泰国的时候其实已经蛮晚的，飞两个小时嘛，大概已经12点多了，所以还没来得及拍那个 Airbnb 的开箱。这次住到的 Airbnb 也还不错，但因为现在我们要出发去那个恰图恰，要去吃饭，然后顺便去逛一下街，晚上回来的话再来拍 Airbnb 的那个介绍给大家。这次住到的还不错。昨天晚上出门的时候发现，就是没想到泰国真的比新加坡还要凉欸，现在这个时候。今天是第一天，来见。On my way to a weekend rumble, I forgot to check where the party was at. Roaming around without any trouble, I began to ask everybody I met, singing,大家早安，今天是来泰国的第二天，然后昨天晚上回来的时候就是一个太累，然后又忘记拍我们这次住的 Airbnb， 住4个晚上是住290新币，然后它的格局方方正正的，它整个家布置的非常非常的温馨。我现在的地方是客厅，外面有个阳台是可以晾衣服啊这些的，我有晒毛巾。客厅的部分就是这样，维克行李再来是有一点乱的，就是厨房跟小吧台桌区。它厨房也是这样子的，电磁炉，它也是有附锅碗瓢盆这些的。这里还有冰箱，然后洗衣机，洗衣机超神奇的，跟我们家是同一台机型的，所以操作起来完全没有任何的不便。它这里的门很多，所有的门都可以通到厕所跟浴室。一打开，这边就是浴室，这里也是干湿分离的浴室，然后这边又多了一个门，是可以通往去那个房间的门。房间也是很简单的一个小房间，然后那边也有一个梳妆台，这边有一个算是小梳妆台的地方，就有两个梳妆台，所以大家要一起用都不会打架。还有一个是衣柜，衣柜是这样的，有再多附一套的棉被、枕头跟床垫。旅行难免会吵架，吵架的时候也是可以睡客厅的。今天第二天呢，我们要去的地方是铁道市场跟水上市场，然后晚上的话应该会去一下河滨夜市找个朋友。好，我们先出发，先来准备出门去。奇怪，为什么这趟泰国旅程都睡很晚呢？我这次呢很认命的有带防晒的因为我们才刚从名单岛回来，然后晒伤的地方不能再二次曝晒。我今天身上穿的这件衣服呢，是在柬埔寨买的。我昨天去那个恰图恰的时候，竟然只买了一件连身裤，墨绿色的连身裤，回去再跟大家开箱。妹妹，这是她姐姐，这个是妹妹。请站在红线后等待，旅游警察。机场จากร้านหลัง你在？在。哇，好近哦！有人耶！拜拜。
水晶晶啊！我们午餐在火车市集旁边吃，然后给你们看它上面的中文翻译，超级有趣。妈妈的草，红色的牵牛花，但它应该是空心菜，辣空心菜，辣妈，好酷！拜拜，我的午餐。去吃到了海鲜自助餐的晚餐，那间的话其实网络上蛮多人推荐的，也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才会去吃。它整个环境的话有点像是餐厅大排档这样子，可是它的东西真的非常的新鲜，就活跳虾啦，然后活的螃蟹啊，我本人是生蚝杀手，所以我就吃了很多的鲜蚵，整体吃下的话我是觉得还不错，我自己原来是吃的蛮过瘾的啦。不过有一个三人空间，这次来旅游呢，其实是因为我们在一起的主人今天是来玩，然后我就准备一个礼物要给威哥，可是我现在就想要怎么给他，想要给你一个小小的惊喜。我这样子回去真的所以收得到吗？我准备的礼物是一个相片书，然后它就是蛮质感的，连这整个照片啊这些的都非常有质感，不过我选了我自己喜欢的绿色。这张是我们去槟城玩的时候拍的，里面还有一些这是我们还没有在一起之前的时候第一次在台湾玩的照片。爱美人鱼，这都有点怪了。妈耶！我的礼物嘞？那你真的送我东西哦，惨的啦，惨的，不行，不可以看。为什么？好可怕哦！什么好可怕？你赶快看啦！你有拍我吗？没有。啊，有啊。我看了，可是你不要拍我啊！我没有拍啊！有啊，你逗我北鸡啊！我要开了，你要细细品尝。有我在看啊！好感动哦，我要哭了，有人看我流眼泪。对啊，你的眼睛很干。有啦，我真的流眼泪了。老板油。没有了。你看，你老板油。好可爱的书哦！你去哪里做的？厉害吧？好厉害哦！我用了很多心在里面。有，感受到满满的心意。有吗？有。Oh.
今天是我们来曼谷的最后一天。今天结束之后呢，明天就要回新加坡了。我们从早上学完泰泰之后到现在一直都没有吃饭，所以我们就决定把剩余的钱呢拿来吃在这边也很有名的一间龙虾面，然后我朋友极力推荐。但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本来没有打算想要来，就是它的价钱比较高一点，但是经过刚刚的洗礼，我觉得啊就来吧，我快饿死啦。就在一个传统的小巷子里面，就这间，哇，这香味太香了吧。我家的汤你看很多虾膏，哇，不是开玩笑的。现在吃虾膏很大吃。好，有盘了。Thank you。 哇，很夸张哎，螃蟹不得了啊。它这不是蟹膏，它是肉碎，然后上面放一颗咸蛋黄。哦，我们误会了是吗？对，可是它上面是有放一些蟹。它是蟹肉吗？嗯，它是有蟹肉。哦，真材实料。那就下次开玩笑啊，这是我的食指。哇，嗯，哇，它这个虾膏真的不是盖的，超好吃。它的海鲜啊，它的料就基本上没有太浓的东洋的味道，你要跟着汤一起喝，所以说它这样子一起吃的时候，才不会说就是海鲜的那个咸味会被东洋的浓郁的味道给盖过去。嗯，应该是。所以一口汤，一口海鲜，超满足的。I swear in every sense you did